确实，今天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紧张嘛，因为虽然3-0，但每局其实前半局这种都是7-7、6-6这样咬住。庆幸今天在这种关键球处理的还行，然后今天运气也不错吧，因为前两局弗雷塔斯都有发球失误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重要一点嘛。那今天怎么准备下一场呢？因为下一场对手还没有出来，无论是林高远还是奥恰洛夫都是老对手、熟悉的对手，希望能够自己在这样老对手面前能够打得再放开一点吧。